妖师们佩戴玉佩，因天地之灵气，杀妖无数，妖精们从此不敢露面。千年之后，有两条灵蛇，金芒和墨曼，他们一起修行，互称姐妹。金芒希望到人间寻找真爱，偷了师父的法器红绳，带着妹妹墨曼偷偷潜入了人间，只为找那命中注定的有缘人。你要真想游，那也不是不行。鬼啊！慢慢，别，姐姐，不准伤人，不准使用法术，惊动了捉妖师，我们都得死了。姐姐。你的有缘人真的在这儿吗？我循着红绳一路追到这儿，红绳到这儿就停了，有缘人一定在附近。我真搞不懂你为什么非要找有缘人呢？你不懂，人世间最大的幸福就是找到真爱，如果能感受到情爱的感觉，连死都值了。那如果那个人出现的话，我就给你抓过来。真爱不是强求来的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们伪装成这个学校的学生，一定能找到的。好。进来的，我叫罗丽达，这个学校归我管，认识一下。疼吗？
姐姐，我感觉这个学校里都没有好人，你确定你的有缘人真的在这儿吗？红绳是不会骗我的。莫曼，外面太吵了。你的画里怎么没有人呢？我觉得吧，你这画里面如果多个人会更好。是吧？快扶我一下！你怎么了？我游泳。别怕别怕，这是浅水区。啊，浅水区。我叫金芒，你叫什么呀？季江宁。新来的美术画师。我当你画里的模特，你要我吗？你答应了，那明天这个时候我等你。好，明天我一定来。同学，你干嘛呀？你喜欢我姐姐吗？你爱我姐姐吗？你姐姐是谁啊？金毛，我是莫问。我姐姐已经认定你就是她的真爱。哎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我们两个人才第一次见面呀。真爱难道不是见一次就能确定的吗？但是我们才见了一次，怎么可能认定真爱呀？你这么勉强我也是没用的呀。你要是敢辜负他的话。原来你叫莫曼。小姑娘这么野蛮不太好吧？这可是咱们学校新来的老师。对对对对，我是老师。老师怎么？让开！
我叫段成，我觉得你挺有意思的，交个朋友。什么妖精啊！哎，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！咱们可是堂堂捉妖世家，一定要完成前辈给我们留下来的使命。来，拿着。哎，哥哥，就说我不在呀、啊！在的。不在，请进。哎，哥哥，小玉啊。你怎么又来了呢？海哥哥，人家录音机又坏了，你帮我修修嘛。不是你这个，我跟你说了，我是堂堂的捉妖师啊，你老让我修些小家电，这个太弄得我多没面子呢。哎，海哥哥，哎呀，海哥哥，你小姐，别听他瞎说。刚才还跟我一直念叨你呢，这不，送给你的礼物。哎，不是，这不是礼物，这是我那个，我很喜欢的。哎呀，笑死我了。对了，我的海叔还跟我说，他说他有一大堆的话想告诉我。哎，我要不我给你们二位留个二人世界？对，不行！哎呀，小玉啊，海叔，海哥哥，不是小玉，我跟你说，我可是守身如玉的，我。哎呀，我才是玉嘛！哎呀，断肠。我妈，帮我看看，你看好看。跟你说话呢。姐姐，你怎么就能确定那个季江宁就是你的有缘人的？因为当我看到他的一瞬间，我就确定他就是那个有缘人。对了，姐姐，我今天好像碰到一个捉妖师，他胸口有块玉，会磕住我的法力。什么？我跟你说，可得离这些人远一点，捉妖师捉起妖精来可是不眨眼的。知道了，我是不会理他的。行，我出门了。姐姐，你不会离开我吧？想什么呢？我走了。
妖，竟敢来人间作乱，看我捉妖师段大海今天不收了你。你别误会我，我虽是妖，但我不伤人，我来人间是寻找真爱的。呸！你个妖精到人间找什么真爱啊？啊！看我今天收了你！啊！我本不愿伤人，你若苦苦相逼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还不客气我？你这次我把你法器收了，下次可就没那么客气了。妖精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下次一定收了你。江宁，你这么早就来了？江宁，你坐这儿来。江宁，你可以做我的爱人吗？可我们才见过一次面呢。可是我觉得你就是我的有缘人。小妞啊，今儿我让你知道我罗丽达的厉害。喂，谁让你们约我女朋友？谁是你女朋友啊？打完这架就是。妈的！兄弟们，给我杀！我都跟着你，跟我离开这个倒霉的地方。
就我们两个。就我们两个？怎么了？我得带上我妹妹。你是说猫爸吗？对啊，默默跟我这么多年，如果我离开了，他一个人一定会很难过的。你不在，或许对他更好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金宝，如果你不离开，他永远不会知道除了你还会有谁会关心他。金宝，答应我，跟我走吧。萌萌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可好吃了，来。萌萌，我想跟江宁走，他可以照顾我。那你走了我怎么办？你也可以找你的有缘人呀。你的有缘人也会照顾你的。怎么不开心啊今天？喂，你搭理搭理我呗，怎么了，萌萌？为什么不理我呀？怕我？就是他们俩，我咋先这样？他们还骂你。就他们俩，还有个女的，就把你给废了，废我一口。谁敢动他，我今天就废了。你说要废了我的，试试。哎，来人！上了，打他！来人！来人！到了，到了！给我追，弄死他们！二，你们上！小姑娘，我陪你玩玩吧。今天我弄死你！放开他！
还他妈嘴硬不？这玩意儿挺有意思的，给我玩玩。你们给我上！好，给我上！干嘛呀你？兄弟，这个红绳谁给你的？哎，这根红绳谁给你的？我女朋友给我的。你女朋友？你女朋友是妖精啊！哎，这样，为了你好，给你张符，避避邪。不要！哎，还是要的。不要！你收下吧。疼吗？舒服。啊！他是我叔叔，他们都叫他海叔。我从小就没了父母，是他把我拉扯大的。他给我的感觉像爸爸，其实我就剩这么一个亲人了。我也没有父母，是由我姐姐把我养大的。我妈呢？要不这样吧，以后我做你的男朋友，你做我的女朋友，这样咱们就再也不是一个人。今天谢谢你啊，我要先走了。别走。我姐姐找我还有点事情。
有妖气。我怎么会这样？我跟你过了500年，我哪里对不起你？你又杀了我最重要的人。我跟了你500年，你不信我？人都已经死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就是有缘人嘛，埋了他，我再给你找一个。你自从你跟他好上了，你就没有把我这个妹妹放在心上吗？还不是时时刻刻想要跟他在一起，想要离开我。这500年，我是怎么对你的？我警告你。这个地方，不然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妹妹。我不走，除非你杀了我。姐姐，姐姐，莫曼，姐姐，你原谅我，我不是有意杀他的。我已经原谅你了，真的吗？我怎么在你这儿？哦，是我把你救回来的。我回来的时候看你倒在了路上，你是不是被欺负了？我没有家了。你姐姐呢？她不要我了。不会吧？她就那么不要我了？她就让别人走了，然后把我自己一个人留在这儿。就那么不要我了，他就那么不要我了。没事的，只要你愿意，以后我断肠就是你的家。
这玉好烫。千年后来找我，这是我第一次做早餐，也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胃口，尝尝看。我一会儿再吃吧。好。睡得好吗？挺好的。以后我们两个人在一起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状况，我都会保护你。相信我，我再也不会让你受欺负了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忘记了。吴妈，吴妈。你不吃早饭了？我要先走了。吴曼，吴曼，别过来。九转虚运阵，修为就算全部给了他，也未必救得活。难道你还要为他死？我来人间，只为寻爱。为了爱，死又如何？姐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求你原谅我，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，好不好？你走吧。何苦呢？
我只有你一个人，你死了我怎么办？不要进！木兰，我求你了，你别进去，这个法阵一定会伤害到你的。我求求你，你跟我走吧，跟我离开这儿。我爱你。对不起，你爱错人了。我是妖，你是人，我们不可能在一起。我不管你是人还是妖，我只知道我爱你，我只爱你，我只想要你。谢谢，江宁，金妈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谢谢。江宁，没事，都是梦。
是梦。原来是个梦啊。金芒，金芒。你真美。准备好了吗？先莫慢吧。哦，是的，我知道。莫慢，莫慢，段长，谢谢你为我的付出，但我毕竟是妖，你是人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我走了，别找我。段长，怎么了？这是？海叔，我没事。竟是妖，他只会害人，他不懂什么是爱情。我们不会的。什么不会呀？你看他把你害成什么样了？你找什么样？你找什么样？过来看看你自己的样子！还每天戴着面具，你怎么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？你看看自己！我要去找他。回来，回来！你看着我，你找回你自己，做回你自己，行不行？孩子，你已经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了。这他妈都是他害的！还说，听我一句，行不行？还记得这个是什么吗？
这是你爸妈留给你的玉佩呀、啊，这是咱们捉妖师最后的希望啊！只有你了。我他妈就是要他压根儿不懂爱情啊！要就是要。你是妖，我们是人，人和妖是注定不能在一起。段长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捉妖师段长，今天就收你。段长，莫曼呢？你们这两个妖精，祸害了我侄儿不说，一会儿捉了那个小妖。扒皮抽筋来祭奠我侄儿的脸，你这个江湖骗子，那天不就是你硬要塞给我什么符咒吗？你怎么今天还在这里？你这毁容之仇，捉妖人不死，后继长存。走。没事吧？
这，嗯，段长，别犹豫，你可是捉妖师的后代，杀了他！段长，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知道你是妖精，可是我却爱上了你。你明明答应嫁给我的，为什么你要离开我？为什么？段长，你为什么不问问你的叔叔？孽障，这下你可跑不了了吧？你今天休想嫁给我！真的真爱，其实我错了，莫曼，来生我们不要再做妖了，姐姐，姐姐。姐姐，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吗？那就是爱情。我就是想体会到爱情的感觉。段长，这就是你的命。这块玉佩一定要好好守护啊。
古往今来，为了情爱而牺牲性命、触犯禁忌之事，何其多也！真教是殊途末路，血溅。